好，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初选，蔡英文来赢赖清德。赖清德下晡到台南市的寿庙天坛参拜，也针对初选的结果发表谈话。来看记者李现场的报道。谢主播，民进党内总统初选英德大战确定由总统蔡英文取得角逐下任总统资格。其实，在民调公布之前，赖清德今天上午原本一直都平静地待在家中，等待民调结果公布。不过，在稍早前决定前往台南首庙天坛参拜，因为赖清德在登记时有去天坛拜拜，现在初选结束后决定再去参拜，有始有终。而对于初选结果，他也接受媒体访问。所有的人，你们每一份支持的力量，就是我前进。也是我坚持到最后最重要的关键的动力来源。我很珍惜一个个鼓励我的眼神，一次又一次温暖的握手，还有一句又一句激励士气的加油的声音，我终身难忘。我用一鞠躬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面对这样的结果，赖清德还是大方支持总统蔡英文。我也亲自致电给蔡英文总统，表达相同的决定，也勉励蔡英文总统一定要加油，一定要打赢选战。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